Please note, the meeting is being recorded.成美材料科技公司重大讯息说明记者会开始，有请公司代表说明。各位媒体记者、先进朋友，大家好。首先感谢各位媒体先进莅临成美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讯息说明记者会。今天与会的本公司代表有何朝阳董事长、陈兆龙律师以及本人连维忠。本公司于今天召开董事会，在会中做成启动债务协商程序之决议。在此针对今天此一决议说明如下：本公司之前因经营层的动荡，各债权银行为确保债权，采取冻结成美财所有额度，因银行额度无法使用，正常购料受到严重影响，到期借款亦无法如期偿还，营运状况急转直下。为此，公司已决定于民国108年4月26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全面改选董事。但因面临重大资金缺口，资金缺口逐渐扩大，已非本公司所能应对，伤害持续扩大，经咨询
专业律师及会计师，并已向经济部工业局申请债权债务协商程序。为避免公司资金及营运更加恶化，不得不申请债权债务协商，实为不得已的措施。本公司出现无法偿债窘况，主要因为108年1月14日解任董事长之争议，致使各银行基于公司负责人释法性有疑虑的风险考量，自108年1月中旬起，全数冻结本公司各项额度，使得本公司的流动性出现问题。目前银行额度皆不能使用，虽然目前还有资产可供担保，但是目前的问题还是在于银行对于公司负责人争议存在疑虑，也生怕后续又再有负责人变更的情势或相关纠纷。在此状况底下，目前难以获准开放额度。依照目前的还款进度，截至民国108年3月20日止，本公司银行借款余额仅于新台币35亿元。预估至3月底，本公司借款余额仅于剩约30亿元，远低于本公司最低融资之需求，这已非本公司所能负担。依照过去的经营模式，本公司应付账款到期后，会透过进口贸易融资来延长付款，但目前银行融资遭受冻结，在无法使用的状况底下，1到5月的应付账款到期均无法融资，致使本公司面临一次性的大额支付，流动性紧缩。本公司的购料以往都是透过银行开立信用状，在银行融资冻结的问题未解决前，因为无法开立信用状购料，导致本公司面临供应商要求预付现金而产生重大的资金缺口，若继续生产则资金缺口扩大，若不购料又无法生产，对未来营收有严重冲击，陷于两难。针对本公司自108年1月中旬银行额度冻结以致资金缺口扩大的困境，本公司一直尽最大的努力与银行沟通，希望能解禁额度，但因纠纷持续的状态，银行也无法消除所有疑虑。呈上，本公司曾与往来银行于108年1月24日、2月20日及3月12日与银行进行磋商程序，遗憾困于成本公司经营争议的现状，银行难以开放额度。那在108年3月12日银行团磋商会议，银行提出的具体诉求包含一。100%子公司冒风冒雨之资金汇回；二、全体普通董事针对银行债权连带保证；三、全体董事以个人名义出具声明书，表明经营权争议不影响银行债权及公司营运；四、公司提供担保品及存单质押。就此，本公司也急于108年3月14日召集董事会讨论上述诉求。为针对银行债权联保及出具声明书，表明经营权争议不影响银行债权及本公司营运的部分董事无法达成债权银行的要求，目前仅完成在3月19日及3月20日由子公司汇回资金的诉求。随着既有负债到期要持续偿还，购料又持续汇出，现金流量流出已超出本公司资金调度所能负担。自108年董事争议以来，承蒙厂商与工作伙伴的支持，偏光板产业也自谷底回升。虽然面临财务的资金缺口，以及银行团基于营运风险而冻结融资问题，但本公司的营运、财务及业务日趋稳定，这是不争的事实。后续的经营团队要采取的，除了营业上恢复以往的水准之外，就是期望借助债权债务协商程序，促使本公司的现金流量正常，足以购料以支应提供产品交付厂商，而现在也还有足够的现金支应所有员工的薪资。所以在正式收到经济部工业局与各银行的函文通知后，会立即启动与各债权银行
协商的会议。另外，也当积极配合会计师与律师的要求，清查可能影响的财务业务的风险。在这段期间，本公司也会持续积极与金管会及证交所等沟通，制定并执行计划，以保护所有投资人。最后，感谢支持本公司的银行团、厂商以及投资人。本公司原有的经营团队在偏光板产业低谷回升的阶段，而董事长与经营团队当努力秉持真诚面对、积极改善的态度，期望尽速重返财务稳定，以回馈银行团与投资人。而本公司目前与公告并预计在108年4月26日进行股东临时会，届时会重整经营团队。重整后的经营团队当有效持续经营偏光板事业，专注本业并启动转型模式，并降低风险营运的资金需求，杜绝非常规交易所带来的风险。作为光电产业客户最佳伙伴，本公司当专注本业，以技术服务导向，打造优质永续的企业经营的企业。期许并感谢银行团、厂商、投资人的继续支持，谢谢。在场媒体朋友，如要发问，请使用桌前的麦克风，谢谢。问一下，就是现在已经是三月了，今天已经是22了。那我问一下，公司的财报到底出不出得来？因为这是最立即的问题。还有就是现在就是长短期负债的状况，还有银行的额度，到底本来可以动资的额度现在是多？本来可以动资的额度是多少？因为你新闻稿里面有讲，他说，你们三月底银行额度仅剩下30亿，那远低于你们最低融资的那个资金需求，那到底是多少？那因为那你们现在到底能不能继续生产？因为那怎么去因应说现在就是说是现金够料，还是什么样的方式够料才能够维持生产？谢谢，三个问题。好，我先回答财报的问题。那我们财报还目前会计师正在做最后的一个查核阶段，那么预计下个礼拜我们会召开董事会来通过财报，这是第一个问题啊。那第二个问题的话，有关额度的部分的话，目前我们的额度大概事实上有大概有差不多将近六十几亿以上的一个水准。哦，那目前如只要额度一可以动用的话，我们是可以持续而稳定的生产。那关于第三个这个生产这个构料的这个事情，我在这里说明一下哈。这一次的这一个纷争呢，各位都知道，造成我们的这个构料不能开 LC 嘛，所以我们的构料都必须用现金的支付。那到目前为止也遭遇到了一些问题。那今天的这一个再写的这一个程序的启动，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政府、经济部或者工业局能够出来协助我们，来跟银行，大家来协助我们，来跟银行协商，让银行能够来帮助我们，能够迅速的恢复，让我们购料能够以 LC 来购料的话，我相信这个应该就会持续可以恢复购料之后，应该整个营运就会正常。所以今天这个记者会就是要跟各位报告这个协商的这个程序呢，我们希望说政府来协助我们，同时政府来协助我们跟这个银行团还有厂商等等呢，来共同来协商，来进一步来解决这些问题。只要我们的这个资金呢，譬如说这个贷款的部分、还款的部分能够展延，只要我们的工料能够恢复过去开 LC 的话，我相信这个
就能够迅速的这个恢复这个正常。那个何董，我请教一下，你们现在贷款展延，就是长短期负债最近的数字，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下？那你们希望大概是什么样的条件？谢谢。我想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短期的借款，啊，那最主要来自于周转金跟那个购料的一个负债，那我们期望是可以。现既有的负债可以展延一季到两季，那我们期望在按照这样的既定的程序，我们可以尽快的恢复我们的正常营运。跟您报告过了，刚才有报告过了，就是我全部都35亿都是短债。那目前你们希望展延的是短债这一部分，对吗？35亿这一块展延一到两季，那你们主要往来的银行团大概有主要的银行有哪几家？可以说一下吗？基本上国内的公银行库啊，那几个私人银行都有往来。有几家？你如果说对象不能讲的话，大概有几家？大概有十来家左右，还有你们3月12号跟银行的诉求一共有4点，那原则上只有第一点这边是有达成共识，就是说已经做到的。那其他3点的话是，就是说董事针对银行债权连带保证没有其他没有通过的原因是为何？我们还在努力寻求董事的一个签署哦。因为2、3点全部都是针对董事嘛，那我可以问一下，是哪几位董事对于这个有疑虑，所以没有签署？因为如果说董事是基于公司营运长期的考量，其实应该会同意嘛。哎，跟记者朋友报告哈，董事的部分其实他们有逐渐的，你是陈律师吗？是，我是陈律师，谢谢。我们有逐渐的恢复回来，就是回到公司正常营运的轨道上。那这个部分呢，争议也在降低当中。现在就是如何争取到银行团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债权债务协商的程序里面呢，可以紧速协助我们公司回到营运的常轨跟生产线上。这个是我们今日最主要的诉求。谢谢各位同仁。请问一下，像现在，我们公司正常的购料营运现在是都有出现基本的问题，是不是？那有没有预期说，像这一个程序跑完的话，真的能够恢复正常，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这个部分呢，也容我跟各位报告一下。第一个，因为债权债务程序，其实协商程序，其实它要经过工业局的一个核可哈。那核可之后，就会跟各银行团来协商，所以会有一个协商的结果出来，我们才能跟各位报告。那目前这个是我们的诉求，那也是希望说借由这一个主管机关给我们一个协助，可以跟银行团开始正式的谈。那这个程序有一个重点是，只要程序开始启动，然后经过工业局的同意，其实是会有暂缓的一个效果，可以让我们缓和一下。因为目前我们知道的是，公司出现的其实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个紧缩的问题，我们希望可以公司度过这个点之后，它就可以恢复正常的营运了。因此这一块跟我们之前遇到的一些债务协商的一个严重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这一点也跟各位记者朋友做一个报告哈。谢谢。请问还有媒体朋友要发问吗？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
你们一个月的正常的营运是多少？